吉妞，哎，朴总，来了，怎么了？天哪，你怎么一个人背这么多柴？没有摔到哪里吧？等一下，我扶着你再起来。等一下，你下次不要一个人背这么多了。你看，都摔到了。没事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朴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我前段时间你们这边不是在修路，然后路一通我就过来了。这头上都是啊，你以后不要背这么多了。小暖，外面冷，我们回去吧。这个门前有点跳，这哦，我感觉好久都没有来了。给你先不忘脱袜子，袜子都一股洗的很过，换袜子走了。这着了木瓜米。金牛，这个是我嫂子。哦，嫂子，你好。好什么好？好什么好？你们现在什么门是打的？回来。练起思量啊。聊起个小月你俺们肯定跑啊。哪里有雷鬼你大伯怎么什么嘛什么小月啊。嫂子。这怎么了金牛嫂子的。嫂子给我想起了一个对象。我就说我不想去。你坐一会儿我去问一下主。然后给你做饭。你去里面做吗？对，去里面。我跟你一起去嘛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里面又脏又臭的。没事，走嘛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你怎么跟过来了？陪你一起嘛。这里又脏又臭的。哎，没事，只要你在，在哪里，空气都是甜甜的味道。刚刚你不要在意啊，我嫂子确实挺好的，过年住。哦，就每次。你去里面做吧。我给你做饭吃。对了，我给你带了一点东西，你等我一下。妞，就是我给你买了这个衣服。哦，这个我不能要，这个。哎，你没事。这个真的我不能要，你每次还带那么多东西过来，这个我真的不能要，你拿去退了吧。你退不了了，金妞，真的。真的，我不能再要。真的退不了了，那个店员说了退不了了，而且我这是在地摊上买的，9.9的。真的，我不能再要。哎，你拿去试一下，你不试我会不开心的。你试一下。哇，好看啊，我好喜欢哦。你说什么？没，就是我觉得你穿这个特别帅，真的特别帅。你去里面坐一下，我把这个衣服脱了，再去给你做饭吃。穿这个挺好的呀，为什么要换？弄脏了又不行。哇，这身衣服好看。啊，嫂子，你们时间自个干去什么去了？嫂子。我不想去。啊，俩还做那次题材也跟他可说。那李木哥。嫂子又让你去相亲吗？他说让我穿着这身衣服去相亲。嫂子，就是如果金牛他不想去的话，就别让他去了吧。搞啥子不去哟？说的那次题材哎，跟他可说。非要让我去相亲。什么是你空城装啥不念不这没事。我先去给你做饭吃嘛。做啥吃饭哟，真是日子在这过没了那么多了呢。这个过了。要不我先回去了吧，然后过几天再来找你玩。玩啥子玩哟，人家没空，明天得去相亲。就我。小暖没事，我给你做饭吃嘛。不用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，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。